OK， 很漂亮。好。哎，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差点，差点忘记加酱。芝麻吗？对，它的酱油跟那个辣椒酱、酱油还有麻油，辣椒酱加了。啊，每次倒这个我都会倒。会不会你等到杀青的时候才不会抖？我真的是要疯哎！你下次这个酱你要先调好在一个碗里，然后用调羹淋上去，你就不用那么忙了。来喽，拌饭喽！哇，是特制的韩式拌饭。那我开始拌喽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哦，这里的蔬菜都是取自于那边。嗯，哇。小黄瓜也上，有甜萝卜啊，小黄瓜啊。吃了搞不好，这个米里面有米啊，所以会，因为它是大概四个月一收，对，所以我们要等。对，到时候真的就是用这边大米，就完全都是用这边，好吧？你先品尝看看，然后口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我会去跟主厨说。你不用一直鼓励我，然后让我做更多的东西，然后你就不用做。你好像 I know 你的伎俩，对，你就是靠一张嘴。你知道收得很漂亮吗？为什么？你 so beautiful。Oh my god。OK， 谢谢。让我看一下镜子。Oh my god。我变熟了吗？应该有了吧。有。哎，那你们这样两边有办法结合？没有，刚刚已经问过他们，他们两个是闺蜜，他们两个是一对，他是第三者，电灯泡 outlier。那你们两个目前有对象吗？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这位有。你有对象，那你对他怎么？你为什么要让给我？你是他在雇，他是让给我吗？立冬也很好啦，立冬也很好。立冬什么星座？因为他也知道这段播出，他女朋友会看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母羊座？我不是。你不是母羊座？我是处女座。你处女座？对，处女座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天蝎。然后你呢？天蝎。母羊。母羊跟处女好像很合哎。对，我很多朋友是母羊。这是好像是个好人卡的前奏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收盘子吧，收了，吃完了，你当我盘子就对了。欧巴。